迎来到全上海最洋气的巴士梧桐小马路。好运来这里了，因为在这里能让我吃到开心一整天的 bro。不就是早上起晚了嘛，早餐午餐就一起吃，起一个洋气点的名字叫布朗西，价格就卖得特别贵。你知道这点钱我可以吃一个月的榨菜茶叶蛋配馒头，晓得吧？你真的不明白，梧桐树下才叫上海，吃个 brunch 才叫小资。我在上海奋斗了11年，终于能够实现 brunch 自由，周末吃个 brunch， 那样子我才会开心。行，那吃完以后我们去哪呢？去逛街。小时候都逛这种店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买小汽车，买小汽车。那现在大海呢？买大汽车。想得美。哎，等一下，这家店蛮有趣的，看一看。这家店那么绿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是不是在暗示些什么？讲多了，赶快进去走。哎，他这杯子太可爱了。说好的减肥呢？哎呦呀，这个，我早餐要吃这个的。帮我拍照。别破坏人家的车了，看吗？车比你美。没有，你比较美。嗯，之前这边是一个卖礼品的，进去看。哎呀，我们这边是卖茶叶的吗？我们是做护肤品。茶叶做的护肤品啊？对的，我们所有的产品的原料就是来自于茶叶。像你看的这款呢，是我们的小茶碗唇刷，是我们的明星产品。好香啊！这个好。手部上可以感受一下啊，里面更加中奶白毫银针，它的维 C 中奶含量会比较高一些，会有一样的舒缓的一些效果。这多少钱？只要115块钱。而且这一款呢，是可以一罐多用，孕妇啊、宝宝啊都可以用。哪里的牌子？它是一个法国人创立的一个国货品牌，在中国创立的。对，你可以看它这一幅啊，是讲我们的一个品牌故事。这个小女孩呢，是我们的创始人。我觉得这张图特别好看。一个爱马仕的插画是给我们画的哦，难怪我看到这张图我就觉得特别。所以他们店肯定很贵。不贵的好不好？你看，跟我的丝巾一模一样的，好不好啦？就是给我买的。我的，4000。嘿，开心！哎，你的圣诞礼物你不拿呀？你的圣诞礼物？到里面看一下吧，就在这里。什么书？干嘛？我想要看一看以前的装13咖啡。好。别想了，我以后肯定帮你把这个装饰山咖啡再开回来，到时候我们邀请上所有朋友，就在这个枇杷树下面来一起喝咖啡，然后养一院子鱼，好吧？你说的。有些事你以为你忘了，可是它总会在某个转角忽然提醒你。你遇见的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会白白遇见，他们总会教给你一些东西，生活会给你的答案，但是不会立刻给你答案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